他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《人生大事》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，可谓是票房口碑双丰收。我们也知道这部电影全程在武汉取景，将武汉独有的烟火气完美呈现，吸引了很多朋友走进武汉。未来朱一龙还会有更多新作品与大家见面，期待他之后在大银幕上的表现。采访区欢迎，欢迎朱一龙回家，不，我觉得应该说欢迎莫三妹回家。是，欢迎莫三妹。我们看到《人生大事》的票房已经突破16亿，恭喜！现在也是大荧幕、小荧屏双丰收，所以先请自己用武汉话跟家乡的父老乡亲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好。武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朱一龙。是啊，朱一龙是作为形象大使回到了武汉，所以也请掷地有声的向全国的朋友们推荐一下武汉这座城市，好不好？因为这是第32年之后，百花奖再一次来到武汉，对，然后武汉这座城市非常的热烈，然后也非常有烟火气，希望大家可以多来玩，多来吃，对。嗯，这次《人生大事》这部影片是在武汉拍摄，而且你还是用武汉方言来演绎的哈。作为演员来说，能够用自己的作品向全国的观众推荐自己的家乡，展现出风土人情还有地域特色，是不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？那肯定，对。所以其实我们也期待一龙有新的作品要跟大家见面。我们看到网上有说这个包括《消失的他》，还有一部是叫《保密》的电影，还是说这个电影在保密当中？这是替一龙的影迷问的。对，我现在在拍拍摄当中，在拍摄当中。所以说我们也期待一龙未来会有更多好的作品跟观众见面，然后也把家乡更多的好的人文风貌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我才不在意，我在意的是你却无声。